未来世界陷入外星人入侵的恐慌中，凯奇就是一位浴血奋战的勇士，第一天参加战役就惨死战场，没想到这一死让他拥有了时空循环的能力，死过之后他就可以回到昨天，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这种能力一般人是不会相信他的，唯一相信他的人就是小波妹。二人开始时空循环作战，对抗外星人，军事演说家凯奇少校威居上战场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将军居然让他指挥明天在沙滩的战役，拒绝接受命令之后，将军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，恶搞了凯奇，就是把他当作逃兵扔到军营中。凯奇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这里，在这里凯奇就是一个逃兵，没人会把他当成少校，凯奇被迫加入一个小队，明天他们就要出发战场，凯奇根本摆脱不了这一切，只能老老实实穿上机甲即刻出发。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役的凯奇现在居然要和外星生物战斗，心里全是恐惧，差点吓尿，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降落，飞船就被外星生物攻击了，现在不跳只能死在飞船上，凯奇很怕，不过也得跳，凯奇都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身上的机甲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友战死沙场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外星生物好像事先就知道一样，这就是一个陷阱，不是来战斗的，全部是过来送死的。凯奇就看到一个小波妹，他认识这个妹子，小波妹是军方最勇猛的一个战士，特别狂，对付外星生物游刃有余，可一个不留神还是被干了，人类就是这样，肉体太弱，就干一下就嗝屁了。这里外星人早有埋伏，他们就像进了屠宰场，不大回凯奇的小队全军覆没，凯奇面前也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外星生物，这个外星生物和别的完全不一样，凯奇肯定不是对手，不过他看到了队友的炸弹，就在这家伙攻击凯奇的时候，他把炸弹给引爆，这个外星生物也就变成了渣渣，主要的是他的血有很多都流入凯奇的身体里。凯奇再次醒来，这不是昨天刚到的时候吗，眼前的一切和昨天一模一样，昨天的事情在明天自己死后就会循环，可其他人什么都不记得，凯奇现在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，这里的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经历过的。第二天他还是之前那样穿上机甲准备战斗，事情和之前一模一样，在他们没有跳飞船的时候就被攻击了，战场还是之前那样，小波妹还是那么猛，这次凯奇却出手救下了小波妹，自己却是身负重伤挂了。时间再次回来，醒来之后和之前还是一样的，凯奇逐渐的明白他有时空循环的能力，他去和军官说的时候，军官不可能相信他，就算凯奇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，可军官还是不会相信这个逃兵，凯奇说的一切太疯狂了，没有人会相信，只能继续上战场，一次接着一次，只要凯奇挂掉，时空就会循环回到昨天，一次接着一次，凯奇的作战能力已经很强了。这次凯奇打算救下小波妹，他告诉小波妹这是一场屠杀，让小波妹想办法把他们搞走，凯奇已经来过这里无数次，他知道外星生物会在哪个方位出现，小波妹没有被凯奇的勇猛所震撼到，他和凯奇说了这么一句话，醒来之后去找他，小波妹好像知道凯奇身上发生了什么，再次醒来的凯奇就接受了这一切，他要想办法找到小波妹才行，一次次的尝试，一次次试图逃跑找到小波妹，反正死了之后就可以复活，就这么凯奇终于成功了，他逃走了，他要去找小波妹，小波妹这里有很多机甲，都是按照外星生物打造的，小波妹每天都在这里训练，凯奇就把明天的事情说了，总算有个人相信他了，凯奇就把第一次杀了一个外星生物什么特征和小波妹说了，血液喷到了凯奇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小波妹曾经也经历过这种事情，但后来她失去了这种能力，小波妹带她去见一个人，粒子物理学的博士，也是唯一一个相信小波妹的，就是因为相信小波妹，现在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技工，博士已经很了解这些外来生物，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大家伙阿尔法，也就是之前凯奇杀掉的那种，这种很少，这种可以预知敌人的行动，而这个就是大脑，他们的指挥部，还有一种控制时间的能力，一旦阿尔法被杀，一种自动反应就会被触发，指挥部这里就会重启，当天在他们行动之前，外星人就知道他们行动了，想战胜这样的敌人很难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凯奇，在他杀掉阿尔法的时候无意中进入了敌人的神经系统，凯奇现在掌控了指挥部的能力，可以随时重启，当天凯奇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天天死，直到外星人的总部被摧毁，指挥部对力量失去控制会有感应，现在他在用精神力量寻找凯奇，一旦凯奇快被找到时，就会产生幻象看到指挥部的位置，找到之后凯奇不一定干得掉，凯奇需要刻苦的训练，小波妹每天都在训练凯奇，受伤之后不能流血，流血过多会让凯奇失去那种能力，训练受伤之后小波妹就会干掉他，就这么一次一次重复着，终于凯奇看到了幻象，大致也就知道指挥部的位置，明天战斗必须胜利才能找到他，就这么在战场上一次重复着一次，他们都不能战胜外星生物，只能一次次重来，凯奇每次都知道上次是怎么死的，一次次积累，想战胜他们还是很难，凯奇也在战斗中变强，凯奇已经可以轻松杀死外星生物，他和小波妹两人成功冲了出去，一次次时空循环，小波妹不记得，凯奇记得，凯奇已经深深爱上小波妹，这里他们同样来了无数次，只要小波妹启动引擎就会被外星人攻击，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，
小波们还是启动了，结局就是被攻击，实力还是不行。等到凯奇把外星生物干掉的时候，小波们已经嗝屁，还要重新来过。再次醒来的凯奇这次不打算联手小波妹了，他想自己行动，并没有和小波妹说明天的事情。这次的凯奇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开上飞机去寻找指挥部。他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可以成功吗？根据自己看到的幻象，凯奇来到了这里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这里是陷阱，看来幻象是假的。阿尔法出现了，他攻击了凯奇，并没有直接干掉，想让凯奇失血过多死去。凯奇还是自己了结了自己，幻象就是一个陷阱，外星人的指挥部根本不在那里。现在外星人已经知道凯奇了，等凯奇失去这种能力，他们也就玩完了。博士有个办法，他曾经发明一个东西，不过眼前这个不行，那个可以运行的在白宫。博士说出自己发明的时候，就被以神经错乱丢了工作。他们现在需要去白宫一趟，拿到那个东西插在凯奇身上，凯奇就会和指挥部产生连接，知道他的位置。去白宫偷东西哪是那么容易的，不知道失败多少次。他们终于成功了，拿到了那个东西，直接插入大腿，凯奇瞬间就和指挥部产生连接。凯奇这次真的感觉到了，他还看到了，终于找到指挥部的位置了。可阻止他们的人很多，凯奇也是重伤，并没有逃脱，还流了不少血。等凯奇醒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被输入了不少血，被输入了血，凯奇也就失去了那种能力。之后小博妹找上了凯奇，他们要在明天开战之前干掉他，只靠他们两个的能力肯定不行。凯奇找上了自己之前加入的那个小队，凯奇不知道重生多少次，他已经很了解这个小队。凯奇用自己对他们的了解说服了他们，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摧毁外星人大脑，准备就绪他们也就出发。他们刚到这里，外星人就知道了，大战是在所难免的。大战还没有开始，就有几个家伙被干掉，不过这些都没有事，只要他们可以干掉指挥部，时间就会循环，他们所有人都会忘记这一切。外星人越来越多，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只能赶紧冲到指挥部那里干掉他，结束这一切。一起来的人倒是不少，可活下来的只有小博妹和凯奇。他们要分头行事，一个引开阿尔法，一个去把指挥部干掉，小博妹去把阿尔法引开，可没有几下就被干掉了。凯奇这边还没有解决外星人大脑，凯奇进入水中之后，阿尔法还是追了上来。就在凯奇想把炸弹扔下去的时候，还是被阿尔法击中，致命的一击，炸弹是扔出去了，好像没有拉开。故事都快结束了，凯奇怎么可能不完成任务解救人类呢？全部都拉开了，这也就面临着外星人到此一游，外星人大脑总部被摧毁，所有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。凯奇在去世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外星人的血流入身体。凯奇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和之前已经不一样，不过这一切他都记得。这场外星大战，人类获得胜利。好了，精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和大家说拜拜了。这里是闲聊的电影，我是闲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别忘了点赞。